我现在就拿统字节的功能，加上我这个洗衣机槽清洗剂，把我的洗衣机清出来。我干了点懒人干的事儿，拿洗衣机洗鞋了，看洗的一下子洗。我用了2次这个洗衣机槽清洗剂，我觉得就能放心用了。洗出来真的是很脏的水都流出来了。咱们洗衣机的统字节功能它不是摆设，我扔了一个抹布，就把这个倒里头，你就开启就洗就行了。洗完以后老透亮了。这个我洗了一遍，它就这个里边1.5%都没有了。里面打开就是那种清香味儿。我洗鞋了，所以我就洗2遍，它就更放心一点。毕竟你还后续还要洗衣服。